我们来当做鱼，过当做鸡鸭饼，来看到冠军米做的鸡鸭饼，你敢有吃过？中华德腾乡的农会发挥创意，利用做餐人家己生产的台茎高火米，掺配两个芋仔这食材做鸡鸭饼，拢总五款口味，吃起来 Q Q 有米的清香，口感也真特别。去年销六万几，今年甲单已经销八万外几啊。一支一支的鸡鸭饼透过机器来包装，用冠军米、冠状梅加上核桃、龙眼干、火龙果这些无同口味的食材来去做，吃起来唔闹核桃、龙眼的香味，佮有米的香气，一嘴咬落，佮会当食到规粒的饭粒啊！鲜甜鲜甜的，然后吃起来里面有一颗粒比例的口感很特别。冰冻完全不会冰，完全不会滴水。甲普通传统的鸡鸭饼哪食的哪油气无同，米做鸡鸭饼较黏，囡仔拢一嘴刷一嘴食，甲真欢喜。德腾乡农会米定摕到全台湾的冠军，农民生产的台茎九号米品质挂保证。不过台湾人食的惯习改变，米的销量变歹，所以农会就发挥创意，用冠军米加上家己生产的火龙果、芋仔这些农产品，开发米鸡鸭饼，杀出来了后就真受消费者的欢迎。我是希望哦，哎，这种啊，用在米饼饭这方面，能够再增加我们国人哦对这个米的消费量。一方面，让米的销量增加；另外一方面嘛，创造商机，为上早杀出来的核桃牛奶、甲乌糖龙眼干，到即马加入台茎甲河米煮出来的有完整的饭粒仔的米鸡鸭饼，唔闹饭的香味，口感嘛真赞。农会讲欢迎民众做伙到农会 DIY 家己做鸡鸭饼来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